的，但是被关注的多了也会有问题，因为网友同样也是非常挑剔的。近日就有细心的网友通过各种方法找出了魔术师刘谦的破绽。灯上看起来没两样的灯泡，刘谦拿下来，用手上的丝巾擦了擦。另一头工作人员拿下另一个灯泡，没想到透过刘谦的魔术，两个灯泡竟然变成连体婴。偷慢动作的镜头再看一次，这只是摸摸按按，灯泡变双喉咙，装回灯上还会发亮。还有这个，原本倒出啤酒的硬开罐，刘谦只是在纸张后摸啊摸，竟然变成了可乐。一旁的女主持人兴奋的叫个不停。台湾魔术师刘谦在风靡大陆后，近来更是红到东瀛，上映各大综艺节目。但在厉害的表演，还是会有失误。这是网友截取大陆的节目，原本白色大礼盒，刘谦又铺盖上。工作人员要搬走桌子前，意外出现一块纸板，直指刘谦魔术穿帮。而他最近最引以为傲的吞线秀，也被大陆网友破解。只能说人红难免被放大检视，刘谦恐怕得研发更多厉害的魔术。对啊，看来这个刘谦的手还得再快些啊，才能不露破绽。